首先第一个我表示我对刘宇非常喜欢，因为我看了这个策划案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在非你莫属，我非常喜欢用非常理性的数据，在就是它非常详细，以及每一个标页甚至每一个标注用不同的色度，它是实际上又很理、所以我说你喜欢它是很正常的，有才的人都喜欢。我突然有个想法，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爱这个选手的话，我们今天我希望的能全体灭灯，因为首先第一个他其实长期，请你坐下，听我说完，因为你不代表我们，你可以不同意，你可以保留灯。你说理由、啊、因为什么？听着我说完，不要打断我的话好吗？因为首先第一个，他不十分渴求我们给一份工作，因为他本身就有两份工作岗位在那等着了。第二个，如果说我们真的欣赏他站在这个台上，他今天没有目标企业，他身边目标企业是空的，也就是说他真的没有特别想去某一家，特别想去。那么如果我们站在台上，他又觉得啊不是我特别想要的，我也不是深入了解的，对不起，谢谢再见走了，我们只能在他的骄傲上又给他添了一把火，他让人觉得更骄傲了。我其实本身是一个骄傲的人，但是我在台上没有，我自认为没有展现得太过骄傲。所以说如果真的爱这个选手的话，今天我建议灭灯，全部灭灯。如果说像马总你这样去给他留灯，真的是害了他。我不觉得，我不觉得。首先你的观点，首先你的观点是错误的。今天他有资格拿到两家企业的这个入职的岗位需求，包括他有更高的薪酬来请到他，我认为他是能力所在，是第一点。第二点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他我们站在舞台上，他不选择我们，那是他的选择，跟我们也毫无关系。你爱他是你的事，他爱不爱你是他的事情。你太单相思了吧。 OK 吗？而且想把自己放在这个舞台上去遭受他的羞辱，因为他本身，我不觉得那是羞辱。如果你站在这个，你连这个资格你都没有，面子站在这个舞台上，我认为你根本不称职当一个好的老板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这个舞台上本来就是公开的，你去抢人家有意义吗？我欣赏是我的事，跟你毫无关系。OK， 所以你不能代表15个 boss， 你不能站在这呼吁大家，因为这是公平的舞台。OK， 如果说我们这求职像相亲一样，人家就根本就不喜欢你，拼命的去示爱，去博得羞辱，你觉得对你的颜面有好处吗？我觉得那是你的幼稚的行为。我选他是因为我看中他的才华，他选不选择我是在于他的职业规划。 OK， 两位都不错，这是非你莫属的核心。其实曹总跟马总争论的是非常激烈的，那这一点上其实我是支持马总的。我觉得就是年轻人在这个时候是没有必要去顾虑那么多所谓的谦虚，然后所谓的态度，其实没有必要。他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他喜欢做的事。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不在骄傲，而在自我。他的所有的语境里是我愿意，我喜欢，我不喜欢，我反对。那这样子如果融入公司，融入团队以后，他的我和团队的这个文化融入将来会出现严重的问题，而且随时他会离开。就是他很有棱角但不够锋利。刚才说到了骄傲，说到了自我。骄傲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是开拓创新的基础和能量，自我如果不懂得自我欣赏，又怎么可能去欣赏别人呢？这都是优点。骄傲没有问题啊，自我也没有问题啊，但你如果在公司就不能老想着你自个儿。他肯定是无疑是有能力的，是没有问题的，或许是走得顺利一点，年轻人有点性格也很正常。但是还是一句话，如果你的自大和骄傲最后变成了压抑你的才能的东西，那你这个东西到最后就变成了坏处。嗯，你不能用自己的性格驾驭了能力，要用能力驾驭自己的性格，你明白吧？我明白了。来，接下来第二轮选择去火力。杨翠仙是灭了没灭？灭了是吧？好，杨宝成是没灭是吧？好，就剩两盏灯。好，直接进入谈钱不伤感情。来说一下你们的职位和薪酬。我这边给的职位是动词，我们 APP 的市场执行。我给出的薪水是8K， 地点是市场执行，对，地点北京啊。对，地点北京，我们公司在世贸天阶那里。你来做的是市场执行，也是做主要负责线下教育这块，目前在北京和洛阳两家店，两个中心。想清楚了啊，这个要去就选择一个，如果不去
就选择谢谢再见，好吧？来，十秒，这个要去就选择一个，如果不去就选择谢谢再见，好吧？来，十秒。动次音乐得上传媒，或者是谢谢再见，你的选择是？谢谢再见。好喜欢看你被打脸的样子啊！根本不是打脸，不打脸。首先，要说你的选择很慎重，应该为你点赞。对。然后你再说一下你谢谢再见的原因。谢谢再见的原因，我发现我可能不是很感兴趣。然后这个我其实特别喜欢今天那个您挺我。但是我对您的主流就是这个化妆本身不感兴趣，我可能喜欢策划。你要太在乎个人情绪，站在这儿我没选你是打脸，我感觉格局有点小。谢谢。说得好，小伙子。不是，你说谁格局的？你把话说清楚，说他是不是？好，OK。你错就错在你喜欢去干涉别人的意见，你这就叫格局小了。我只是说你的才华配不上你的骄傲，所以说偶尔年轻时的失败对你成长是有好处的，让你真正的知道你的骄傲高度在哪里。好了，来，好好考虑啊，再见。对。